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。话里做英雄，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驾驭，只有武灵锁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，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形战士。第五十集，魔龙，不可战胜的生物。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力，整个童话世界都将为我颤抖。有了这个强大的对手，武灵锁又可以得到提升了。魔龙王，太恐怖了，我们还是快溜吧。竟敢擅自离开，从现在起，你们都是本王的奴仆，本王不让你们动，就谁也不许动。听从你的命令。原来我一直像个小丑一样被人利用，可恶的神秘人，我一定会抓到你，一定要抓到你。你没有听到本王的话吗？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不知好歹的家伙，强化水泥！身体好痛啊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原来是个小姑娘，看起来味道很不错。本王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妹妹，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你的身体里。我的身体里。对不起，妹妹，之前是我控制了你的身体，做了很多错事，是我害了你。哼，不，哥哥是最关心我的，我相信哥哥不会害我。我们逃不掉了，我不该把你卷进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哥哥，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能和哥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，也是幸福的。妹妹，妹妹，住嘴！不准伤人！你们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们。是研究社的猪猪侠，没想到他会救我。玫瑰公主那么坏，干嘛救她呀？即使是坏人，也不应该被怪兽吃掉，那样太残忍了。魔龙王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是强化变异，
难道他也吞噬了 X 元素？那当我们还是先撤吧。我超人强可没有不战而逃的习惯。说得对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全力把魔龙王重新封印住，不然童话世界又要倒霉了。变身！变身！嘿！你们都学会了变身，哼哼，那我就将你们全部打败，让你们尝尝我强化后的威力，强化火力。小心！火变，强化火力。强的火球，超人强，你没事吧？我这么强壮，怎么会有事？真是不堪一击，看来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。别得意的太早，精灵之力。我会让你成为第三个牺牲者。强化火力。糟了，被困住了。小蜘蛛。炙热的火焰呢，根本没法冲出去。火焰正好克制铁拳火的金属性，如果小猪猪再不解围，就会被融化的。我也得帮忙才行呢。快点绝望吧，经过强化的火焰，即使遇到水元素也不会明显减弱。就算能减弱一点点，我也要帮忙。嘿，水灵之力。那我就要看你能坚持多久。强化出力。毒元素专门克制你的水元素，现在的滋味很痛苦吧？各位观众，原来刚才的地震和强光都是魔龙王破解封印造成的。这个恐怖的大魔王现在又回来了。研究社的五位小英雄已经赶来阻止魔龙王，但是却接连遭受了失败。本台将一直对此进行现场直播，请大家一起关注研究社和我们的命运吧。一群菜鸟。可恶，就算被烧成铁水，也不能看着朋友们忍受这样的痛苦啊。永别了，蜘蛛侠。这是
真是一个疯狂的小子。不过，这样的威力根本无法战胜我。哎呀，就算无法战胜你，我也要让你知道，我们研究社成员是有勇气挑战你的。强化火力。小猪猪，小猪猪。研究社这帮家伙真是硬骨头。竟然还能站起来。只要邪恶还存在，就会不断有英雄站起来维护正义。既然这是你们的选择，那我就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。强化火力。我们一个人的元素能量根本无法打败魔龙王，我们一起合击。火灵水。不愧是老大呀，直接命中十环。太好了，超人强和波比醒过来了。可恶，竟敢偷袭本王。强化木力。可恶，竟然是专门克制我的木元素。超人强、波比、你们没事吧？我已经没有耐心了，就让我一招消灭你们吧。想要打败魔龙王，我们只有拿出看家本领了。现在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团队的最强力量。彻底毁灭吧，魔王之怒。我将成为童话世界唯一的王者，而你们几个小东西都将成为我口中的食物。猪猪侠，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刻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